不仅体型完美，少女感十足，还以更加饱满的体能和战斗力投入节目。但是运气可不只是差了一点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Baby 发生了什么？我觉得今天这个球跟我有仇。大球小球都不听话，但他绝对不认输。爱拼才会赢。今天其实我们不是放松量最多的一队吧，但是我们身在有肌肉啊。合理运用。看我的肌肉。